我哋完全乐意为你实现呢个梦想。丽城乐而居。乐而居位于富饶的中山市东星镇，地处小榄和石岐的中心点，是中山市的黄金走廊，占地总面积达43万平方米，自西向东分六期发展，环保为概念，绿化区占总面积达35%，现正隆重推出发售全新的上领国际社区第二期豪华住宅，正对组团中心主绿化园景，最宽楼距达100米，采用新颖的设计意念，首层部分单元随楼附送 DIY 私家花园，让业主充分发挥创意，突显个人品味。顶层单元全部为中空大厅设计，部分大厅更高达6米，坐拥全方位景观，尽显豪宅气派。全区采用智能化管理，配备红外线周界防范系统、即时摄录系统、电子巡更系统、停车场管理系统、IC 可视门禁系统等，居住在丽城乐而居更加令你安心放心。哎，是啊，我买了两间，一间是自己住，一间是租给人，计算条数呢，供楼的钱还便宜租楼，层楼就租给人，等慢慢帮你供，每个月有钱拿回条数，你都不要说不襟计啊。还有这里交通又方便，设备又好又多，肯定成为抢手货啦！唔买你就笨啦！唔好话我唔关照你啊，手快有，手慢冇啊！发展商丽景地产投资超过1亿元，创办省一级名牌学府丽城学校，坐落于丽城乐而居，占地59000平方米，分设小学部同幼稚园部，校内设备按省一级标准配置，为住户子女提供更充足的学习空间。丽城乐而居，快乐写意的家居。上领二期现正接受认购登记，专柜热线0760-2825-333、2826-293。中国品质，丽景地产。